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刚刚那个纪录片的片尾曲。这首歌叫做《过山》，就是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那片头曲写的是男性，然后片尾曲写的就是那个祖母，刚刚过世的那个祖母。因为我觉得在历史里头啊，其实留下记录、留下痕迹、留下文字跟故事的，大部分都是男性。那可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女性的话，历史并不完整。就是男性的天性可能是打猎，然后攻城略地，但是女性的那个天赋是，我觉得女性的天赋是编织，他们会用语言、用歌声去编织故事。我等一下跟你们分享我在南语听到的很好笑的事情。然后，他们用针线去缝缀，去缝纫家人的衣服，然后带给家人温暖。然后他们用他们的天分去把那一些男人在攻城略地的时候打碎的东西，把它拼起来，让它完整起来。所以这首歌是写给祖母的。就是我在想象她也有年轻的时候，她也曾经是还没有嫁人的时候，曾经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儿，然后不知道她将来会有一天带着小孩到后山去，就鸟不生蛋的地方去生活，然后她的一辈子就在那里这样子过了。
的是过山。我觉得蓝雨的女人很像南美洲的女人。就是我前一个礼拜，本来我是去住三个晚上，结果因为台风的关系，我又多住了三个晚上。然后，蛮好的，我觉得其实被台风留在那里感觉蛮好的，因为除了经历那个小岛的狂风暴雨之外，就本来前几天都是观光客行程，没有什么机会跟当地人聊天讲话这样子。那在被台风留在岛上的那三天里头。我跟我的朋友就在部落里头，还有邻近的部落，我们住在那个东边的野营，然后他往北边走一点点就是那个东青部落，那就都在那边散步这样子。然后我们在台风的隔天下午去了东青那边，然后有一个喝茶的地方就坐在那边，然后就后面有一群好像就是东青部落那边的太太小姐，他们应该都是太太啦，应该都不是小姐。然后就坐在那边，他们就开始聊天闲聊，然后唱歌，然后其中一个就拿起了吉他，然后开始弹。然后当我听到他们在唱，他们很多歌其实都是现场临时编的，例如说从有一个部落叫做狼堡，哦对，所谓三姑六婆的那种话家常，其实不管是台湾本岛或者兰屿都一样，其实应该任何地方都一样。就是他们的聊天话题都是，哎呀，你不觉得我们狼堡嫁过来的女人比较瘦吗？对啊，你看那个谁谁谁这样子，然后瞬间就觉得哇，好有亲切感。然后他们就编了一首很有趣的歌，就是我都是偷听到的这样子，就是背对着他们，然后一边听一边觉得很好笑。就是在狼堡部落呢，就是那个兰屿的北边的那个部落。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娶不到老婆，他就每天到那个田里去种芋头。这个故事的前后逻辑非常的奇怪。然后他在那边种芋头的时候呢，就开始唱歌，唱就是对那个拒绝他的求婚的姑娘，心里就发出怨言，这样就是说，哎呀，你以为你很漂亮啊？你以为我很想娶你啊？我才不想娶你呢，这样之类的。然后那一群部落里面的女人，他们在潘吉家唱歌的时候，就是一边唱一边很嗨的在那边笑，然后那个笑声就是会把屋顶掀掉的那一种，非常非常的有活力，就是眼睛黑白分明，然后嗓门很大，然后我觉得那种活力真的很棒，会有一种想要搬去加入他们的行列的感觉。然后后来他们就一路从祖语的歌。就一边编嘛，编故事，祖语的歌一路唱唱唱唱到了海里来的沙，唱小草，然后唱一些民歌，然后在他们唱橄榄树的时候，就其中一个突然就说：“哎，这不是三毛的歌吗？我们可以这样唱吗？”然后弹吉他的那个就说呢：“哎呀，三毛也希望我们唱他的歌啊。”非常有趣，就下了一个注脚这样。然后他们的歌啊，大部分都只有这几个和弦而已，就这三个和弦。然后这三个和弦，他们可以唱100首、1000首歌这样。然后我就开始自我反省了，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和弦不够用，可是其实不是和弦不够用，是故事不够。因为以前都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啊，那是到做了这张专辑，说在路上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才开始有一些机会去写别人的故事。像刚刚的两首歌都是。